各位 DSE 考生同学，公开考试又嚟到啦。我建议大家放松心情，去表现出真我。其实无论你嘅成绩系点样，呢、这个就系你自己。只要你能够接受你自己，表现出呢个真我，将来你就能够好好地发挥。因为喺今日嘅香港里边，无论点样嘅学生，佢只要能够有心上进，就有适合佢嘅升学同埋事业发展嘅途径。你唔好受世俗眼光嘅影响，你自然就揾到一条啱你嘅阳光大道。大家加油！Thank you.